召之下，由来自德国120多只爱心熊组成的熊熊爱心年世界展览周六正式揭幕了。作为成龙慈善基金代表的大哥，顾一金代表的黎明，以及出钱又出力赞助爱心熊的吴彦祖、冯德伦、王敏德和导演唐季礼都来为爱心熊揭开面纱。今天很开心有机会参加那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，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熊了，因为有些朋友都说我有一点像，因为我鼻子很大，那眼睛也很小，也很对啊，所以来自己 Steven 的样子有一点像，真的有一点像，尤其是这个熊，我觉得哦，他要把这个姿势就为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他是冯德伦。100多只爱心熊将会在偌大的维多利亚公园住上一个多月，而由于围园太大，记者和影迷们混在了一起，所以揭幕礼十分的混乱。大哥也要充当保安，帮手维持秩序，永救黎明，才能使仪式顺利进行。